知道玩啥就随机挑战吧。第38天，阿鲁伊，对方是个虚弱佐助，为什么上来就发和解之印呢？你是他这个名字叫啥？朱树老，真念不出来。黑虎套鹰套到了，拿秒踢水龙蛋。老鹰，你的老鹰眼神不好啊，直接飞走了。来，黑虎套鹰，再来一趟，差不多了，该踢就踢，不要忍啊！哎，反了，你这一刀什么刀法？我没看清啊，少侠，黑虎套金，一刀两刀，抬手一刀，踢一脚，水一喷，嘿，一刀带走二号选手。啊，这来也带的是一个电击，大体不带，带电击，黑虎套金，哇，这个黑虎锁喉锁的真狠，顶一下，接不了。没关系，哈哈哈哈，又被我抓到了，你这可咋办呢？这可咋整呢？一二三，抬手，一二抬刀，水龙蛋，再来一二抬刀，黑虎头，我想借黑虎套鹰的事，然后跑走了，没有走掉，踢一脚，不行啊，大哥，你反应有点钝啊，哈，对方比较厉害的最后一个植物人。开局黑虎套金，就莽掏，就莽掏，一个技能走，顶一下，想走，哎，完了，空了，啥都没了，放一个通灵吧。你让一个通灵王，最后还剩两只通灵，这有点害怕呀。没事，走，别过来，嘿，替身走了，呵，青龙大海，啊，真恐怖，我黑虎套金。一套小按摩你能承受得了，还有一只通灵梗是跟上。哎呀，还好，青龙海，黑虎掏心，一刀两刀，抬手一刀踢，替身没接上，没事，真空包压一下，黑虎掏心想走，我上面一个技能，我下面一个技能，我中间一个真空波，我说你怎么走，帅，我现在用打鲁伊用的非常顺，我已经把他玩的明白了，不是，没有玩明白，他的组合技我还不经常用呢。好了，兄弟们，喜欢的不要忘了给波三连哦，再见。